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第11号材料包。首先先展示一下做好的成品，这个比较复杂，请大家一定认真看教程，仔细按教程制作。打开材料包，我们先来分一下材料，把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先分开。这张卡最大的，这是第11层的这个基底卡，缺口在左侧，放一侧备用。这张卡呢，这是第二层的基底卡，对折，放一侧备用。这个呢是第一层的，对折。然后我们开始抠第一层的配件。这张卡有两张是第二层的，有两张是第一层的。这是第一层的卡，这两张第二层的，这两张第一层。好的，做第一层我们需要这些东西。现在我们开始来制作，把第一层的这个大的卡镂空部分先抠出来。这里呢是两个缺口，不用管。这些上面的线呢，我为了方便演示，我给它拿白色的笔描了一下。你手里的没有线，只有压痕，做的时候仔细看一下，对一下压痕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卡对折，左右对折，然后我们找到两张这样的卡片，细长的条。这个卡片呢，在一头比较窄的位置，需要剪一个头。沿着中线剪一个头，然后把卡片对折。对折之后，里面打上胶水，剪的这个部分先不要涂。
把另外一个也一样的操作。找到两张这样的卡，上下对折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把这些卡片先给它连到我们的基底卡上。把这个卡反过来，这两条涂胶水。涂好之后装在背面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多按几次，让它粘得结实一点。然后在这一层，这个位置，涂上胶水。涂好之后，拿出这张基底卡，中间对齐，然后上沿对齐，中间对齐，然后上沿对齐，对齐以后，给它粘上。然后轻轻地翻过来，用手把刚才两条粘边，粘紧。都来回活动一下。我们来进行下一步，两个干透的这两个长条前面分开，变成这样子，在这个位置涂上胶水，然后对应的装在这里。我这里为了方便演示，给这个方框位置我拿笔标了一下，
粘好之后下来，让它居中经过这个槽，上面粘好以后把下面往上折一下，折一下，然后穿过这个槽，从这里穿过，穿过以后确定粘牢了，把上面合下来，压平，压平之后翻上来，在这个位置打上胶水，用力的粘紧，这里它是平的，找到这样一张卡片，在它背面涂个边儿，给它粘在这里，给它粘在这里头当一个拉卡。注意这条线跟它中间的折线还有这里这三条线呢是重合的，给它们等下对折，对折一下，打开，等胶干一会儿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做这个是否正常。往下拉，上面能够抬起，这就正常的。下面我们开始装上面立的两层卡片，第一层对折往后折，往后折，这里这里打上胶水，然后找上面条线，中心对齐，中心，中线，中线对齐，左右两侧的线也对齐。对齐以后，在后面把粘边压紧。好，这第一层卡就做好了。下面做第二层卡。第二层卡的中间有一个矩形的方框，把粘边折一下。
打上胶水之后，找这条线，给它沿着线，线的长度跟卡片长度是一样的，所以跟它线对齐就行。对齐以后，翻过来，沾边压紧。右侧一样的操作。找到这样两张小方块，折线，折一下。打上胶水，给它装到这两张卡上，这儿中间有一个矩形的位置，请注意卡片的折叠方向，一定是往前面走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往前面走，上面这两个痕迹就是刚才做错了，造成打不开，只好撕了重做。往前面倒，在这两个地方涂上胶水，涂好之后压下去，给它合上，合上之后压紧，大约压一分钟左右，等里面的胶水呢充分的干了以后变结实，就可以测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打开之后这两层卡片会自动立起来，抽拉这里会翻转，好，我们上层机关卡呢就算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下层，下层机关卡非常简单，基底卡两张卡片，还有两张小卡片。首先还是把小卡片折一下，大卡片一侧折一下。我们先粘大卡片，在这里涂上胶水，上面对齐，然后这里粘的时候位置大约在粘的这个边儿，距离这条折线大约留1公分左右，不能贴上，贴上打不开。粘的这个边儿，距离这个粘的这条线，距离这条线大约是1厘米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边给粘上，
把这个小卡片装上，小卡片的方向呢，跟这个方向是一样的，数值平行的关系。在这里打上胶水，然后过来翻过来以后，把这一页合上。合上之后，再给它粘到基底卡上。粘好之后，我们轻轻的试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同样的，我们把这张卡片也粘上去。折过来，合上。压紧。测试一下。双面胶贴好之后，确认一下开合的方向，然后给它固定到基底卡上。再次检查一下，内页也是。贴好，合上，这样我们11号材料包就大功告成。